哎，刀尖顶住，往下压，翘一下尾部的刀。哎，往下压，翘刀。撒不面很重要啊，然后咱们扫面，扫面的时候给它扫到位，主要就是让它切口处这块啊，让它沾上干面粉，看，看着沾不沾？发现没？如果你不给它沾上干面粉的话，你直接扫水线，那不就完了？那它沾上一起了。应该再扫一下干面粉，姐，这都没沾上面的。然后手尖顶住，哎，往上搭。对，两个剂子给它落在一起，水线刷不刷也不是说刷越多越好啊，刷越多越好的话，慢的整个油条都密都平了。对，压条可以了啊，然后拿起来颠一下干面粉，好，啊、好来抻，抻长一点，好了，往下放。哎呀，这油条抻短了啊，这油条抻的短点了，来这个。哎，给它翻动翻动它，扒拉扒拉，越扒拉越长，越扒拉越长。昨天晚上说传丸子雇佣这家伙的，这是扒拉，越扒拉越长个。哎，越扒拉越长，看着没？它等它膨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不用总扒拉它了啊。